好啊，大家好啊，咁样今日就睇一睇一个片段啦。咁啊，难得有颜色嘅一个。咁啊，其实就大致上就系台面上有只玻璃杯或者胶杯之类咁嘅物体啦。咁就无啦啦啊，应声飞咗落地下噶。咁啊，其实依一个都几咁夸张噶，睇到好多嘅片段啦，都有好多嘅物件啊移动啊。不过依个比较夸张嘅系，就真系好似有个外力咁样推一推佢落去噶。咁啊，真系不知道是真是假啦吓、啊，就箭嘴所示啦。咁就推咗落去啊，咁就会唔会系一个大风胶樽吹咗去咧吓？唔使太过多神怪嘅嘢啦，啊，會唔會係咁嘅事情發生咧？可能個膠杯太過輕啫，啊，咁啊，時間係咁多先，咁就不用太過多話係啊有啲鬼怪嘅事件發生啊，因為有機會似係風吹啊。